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一方动力讯，12月14日，一方动力获悉，东南亚电商平台 Shopee 公布双十二战绩。双十二当天 ，Shopee 订单总量超1200万单，超过双十一1100万订单的成绩，创下2018全年新高。其中，跨境总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0倍。据悉，双十二期间，3C 家电、美妆、母婴、女装、家居是 Shopee 跨境交易最热卖的五大品类，时尚饰品表现也十分突出。另外，本次有超过45万的品牌参加了 Shopee 双十二活动，而中国品牌表现抢眼，网易严选、时刻美销量均增长了11倍以上。对此 ，Shopee 跨境业务总经理刘江红表示，东南亚和台湾一直是 Shopee 的主场，中国跨境商品在东南亚也越来越受欢迎，国货在该区域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。